Sorry. 看看今天什么活动，有两个交警在这儿前边开道。Yes, that means you too, sidewalk. 他这是今天有什么游行吗？还是什么？这是卖的各种帽子。这边的小狗好像都很温顺的样子，小狗。往那边看一下，好像是什么游行。是什么？Sorry. 骑着马。这叫骑警吧，是吧？还有专门负责清理马的排泄物的，好像是。专门负责叫什么铲屎官吧，叫。U.S. Park Police， 美国什么公园警察？这什么意思？旧金山什么什么乐队？什么 Piper 管弦乐队？嗨。他是在前面挂着一个皮兜，把这个旗杆卡在这个兜里。
伦敦布里德，还是市长又来了吗？这是旧金山的市场街，旧金山的 Market 街，这条街是这边最繁华的一条街。这个方向是北，最北端那个尖塔状的楼就是旧金山的港口大厦。然后这边呢是南啊，刚才骑警啊什么的就过去了啊。伦敦布里德市长，这是一个什么红包？是什么？他是给他们送这些小礼物啊什么的。Can I have one? Thank you. Thank you, sir.Thank you， 要了一个。这个是市长，这个是市长。哎，这位女的是市长，坐中间的是市长，伦敦布里德。Can I have one? Thank you, thank you。要了一块糖，这是每次市长大人出行都发红包。嗯，嗨。一边走一边扔糖啊，这是老爷车，劳斯莱斯，这是。嗯，这也是劳斯莱斯。嗨。啊，小宝宝，嗯，这是老板的劳斯莱斯。嗯，对。这个车也是老爷车，官方车。这是一个警察，这是。三个男警察，一个女警察。这是福特，这是。他是有人往外抛项链，刚才。啊。这今天捡了不少东西，今天项链又拿了一个，看来我捡东西还是不错的，是吧？旧金山警察，
Can I have one? Thank you. Thank you. Yeah, thank you. 一个华人警察给了我这么一个。哇、wow, thank you. I have got one. 嗨，小宝宝，警察的小宝宝。来，嗨，嗯，小宝宝，这些好像都是警察的孩子们，嗯，哈往这扔糖今天什么活动啊？这么多警察呢？还真不知道什么活动。治安长官 Sheriff Vicky Hennessy 治安长官，警察的什么活动吗？今天？这不知道什么车，好像是一个老鹰在往前飞一样，这样的车标，嗯。Can I have one? Thank you. 跟那个不一样。Deputy Sheriff 副治安长官，旧金山。旧金山副治安长官，哎，这个车好像不是警车，治安官的车。是 Sheriff 是治安官的车吧？他们不是警察吗？治安官吗？这个 Sheriff 是治安官的意思吧？这个可能是他们的领导。Can I have one? Thank you. Can I have one? Thank you. 啊，又要一个。
他的游行。看得很完呀、yeah, ，Thank you, Thank you。那、这是消防队，消防队。就是这种消防车特别长的，后面也有一个司机，因为它特别长，可能在拐弯的时候需要后边的司机也要把那个方向盘。这是路虎 Land Rover。路虎吉普车 Supervisor 监督者 Catherine Stephanie 嗯嗯，这是一个，这个女士是卡瑟琳 Stephanie， 是这边的监督员 Supervisor。 这是华人试餐，是马兆明。这个车不错，这车是带跳舞的，嗯 ，Honey， 这个车是雪佛兰，这个白色的车是带跳舞的。这个车是前面挂个花环，嗯，2018大元帅 William Beer Welch。这是乐队。这是乐队。这是小狗。有灯。遗产高中 ，Legacy 是遗产的意思吗？军乐队，北拉斯维加斯诺华达，内华达州啊，从拉斯维加斯过来的。
一边游行，这些人一边往边上给这些观众扔这些什么项链啊、糖果啊、棒棒糖，还有消防队扔的那些头盔，还有玩具什么的。小朋友们，你看他们拿着这种消防队的这种发的小头盔，然后装着玩具，看，他们拿红色的头盔装着玩具，这个是老美他们的游行，Can I have one？ 看这个是这种木车、花车。旅游车这叫旅游车。这次游行的华人面孔特别少，见不到什么华人面孔。小朋友们在那捡糖、捡糖果，因为他们游行队伍刚才一边游行一边扔糖果什么的。我也从他要了一些糖果，要了一大堆，还有在那扔 T 恤衫的。他这个是，他这个什么什么公交公司的 T 恤衫。然后小朋友们在这块吹肥皂泡，他拿这个是这种。公交车的卡，哎呦，这位华人的美女露着肚脐眼呢，吹肥皂泡呢。这个好像是这个 Butt 他在迎接中国新年大游行，他也参加了，好像是。小朋友们也参加了，小宝宝刚开始会骑自行车。叫 Irish 是什么意思？ Ireland 的爱尔兰， Irish Haley Irish dancer 跳舞者。这个中间这个 Irish 这个词背过，忘了。这是舞蹈队，跳舞的舞蹈队。这个小女孩有一脸雀斑，他们说有雀斑的小孩挺更可爱，是吧？白人小孩很多都有雀斑的，他们以前拍广告的时候专门找那种带雀斑的小孩。造反什么仁慈协会成立于1883年，反叛者什么仁慈协会，很多词都不认识了，都忘记了，得背了。这个是花车，
它是美国旗，那个是哪国的旗呀？这是天主教学校吗？行进队，信任，什么学位服务，学习服务，有一些华人小孩，这里有华人面孔。这后面跟着的是学生家长吗？这小孩皱着眉头。旧金山动物园，动物园。啊，动物园。啊，动物园，模拟的小动物，大灰熊什么的。房地产，什么是房地产？
北加州 Iris 狼狼、什么什么 Ham 的是狩猎场吧，狼狩猎场俱乐部，但是前面这集走的也不是狼啊，是狼狗之类的啊，狼犬，狼犬，对，你看 Greyhound 不是猎狗吗？这个很大，这个这个狗很大，哦，太大了，这家这狗太大了，有点恐怖。哦呦，小孩有点危险哦。哎哎，这是卖帽子什么的。快乐圣帕特里克天，圣帕特里克日快乐。哦，能翻跟头呢。那就在这儿吹肥皂泡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是很少有的比较好的晴天，而且还是星期六，所以很难得。
但是这边美国这边这些游行没有太多观众，不像在中国有一些聚会啊，人特别多。艾瑞是跳舞的什么 学院，这是福特，这是福特汽车。好了，这段到这儿吧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